志田同学是一位热爱中文学习的日本学生，他经常问老师问题。这一天，他又问了老师一个问题。老师，我经常听中国人说，我去方便一下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哎，去方便一下，就是去厕所拉屎撒尿的意思。我明白了，谢谢老师。不用客气，你要好好学习呀，再见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好，世田同学在等他的朋友吉成美香来看他。请进。世田同学，好久不见了，你好吗？梅香同学，好久不见了，你这么高兴，你有好事吗？最近我中大奖了，为了感谢你帮助过我，你方便的时候我请你吃饭。什么？你方便的时候请我吃饭？对不起，我方便的时候不吃饭。你有好事啊，却请我在厕所吃饭，你太过分了。你弄错了，方便的时候也有你有时间的时候的意思，不只是去厕所的意思。是吗？我的老师怎么告诉我，方便是去厕所，拉屎撒尿，真是无人，子弟。哈哈哈哈哈！